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Robin，很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视频授课。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在 Price Action 中的空间判断。那么在这之前呢，我还是反复强调一下，还是有部分朋友在进行实盘操作。这里的实盘呢，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中的所有市场，包括外汇、股票、期货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在学习一个系统当中，特别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这个成功率是相当低的。那么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多去练习，多去操作。用什么来练习？用什么去操作呢？用我们的 demo，用我们的模拟账号。这是我们模拟的一个目的。那么大家如果实盘去操作的话，会因为一笔、两笔的亏损，而对整个系统失去信心，那么大家很快就会放弃了。我说了很多次了，那么大概50%的人来我的授课当中，是为了跟着我做赚钱，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不会给大家任何的交易信号。我的目的是教会大家自己去做，通过3个月的时间达到稳定盈利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30%的朋友呢，是边做边学习边实盘。那么这部分朋友，我刚才说了，可能会一笔到两笔的亏损，而对这个系统失去信心，那么对以后的学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障碍。那么还有10%的朋友呢，就是学习了，因为就是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的盈利，提早就是进入实盘操作，那么这部分人到最后也是会放弃的。那么还有5%的朋友呢，那么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系统不符合你的 trading style，就是你的交易个性、交易方式，那么这部分人也会放弃。那么最后5%的人坚持下来的，能坚持3个月以上的，而且能证明自己稳定盈利的，那么这部分朋友将是我们最成功的。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了，在金融市场中只有5%的人能成功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个系统好，而是大家学习系统一个方式的区别。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就来进入我们的那个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外汇中空间问题，以及如何根据空间来判断大家能不能交易做这笔交易。好了，大家来先看一下这个图，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图。那么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地板。那么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天花板，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要往上跳。那么哪个人会跳得高呢？很简单，很明显，左边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不好意思，是右边这个人可以跳得高，左边这个人跳得不高，为什么？左边这个人跳上去撞到天花板，很近，因为很近。右边这个人呢，跳上去就可以跳得很高，也不会撞到。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左边这个人跳上去，咚，撞到头了，撞到头不说，还摔下来，摔得很惨。那么右边这个人呢，他可以跳上去，稳稳的落地。为什么？因为上面的阻碍你上升的空间，右边这个很小，你有空间往上跳。左边这个人，你的上面的空间就在这里。你跳上去，马上就会有阻力，所以这个空间是相当相当有限的。那么大家就我们来结合一下这个实战图来分析一下。我先把线给删除掉。为什么我就是一直用一个
货币对来做主要分析。我们现在分析的一个就是 U 卷，就是我想看的，让大家看到我做的分析和市场以后的走势符不符合。那么这个用什么来判断？用我们所说的简单的东西，就是银行的交易位，还有我们的 price action。那么在这幅图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很简单明显的判断，为什么？就一根线上去，从屏幕的左下角到右上角，不要想太多。那么如果要大家如果要就是根据那个我们讲过的判断标准呢，也很简单。那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银行交易位，sell buy sell buy 大于 sell，那么这就是一个上升的空间。好了，那我们切入我们的主题。那么这幅图是我们在上次视频中所画好的线，大家可以对比以前我们的视频，来看看这些线是不是都在。那么这些大家也注意看一下，这些线就是市场在这些线附近的一个反应，碰到这条线上去。碰到这条线上去，在这里碰到这条线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市场是很简单的，它永远围绕着一些银行交易位来运动。那么银行交易位的强弱，那么我们以前也去说过了，那么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么我们那天讲到，就是这几条银行交易位都是很弱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弱的支撑阻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如果大家还记得话，就是这个两个标准，支点越多越强，支点越近越强。那么在这我们的实战图中，大家看到了什么？这条粉红的线在这边市场没有出来之前，它是一条弱的。为什么？支点少。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是强的还是弱的呢？我可以很简单明显的告诉大家，根据这个判断标准，支点越多越强，支点越近越强。那么大家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很多支点，粉红色这条线，那么能不能说这条是很强的呢？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需要去猜，我们就根据市场看就可以了。那么做外汇就是一个根据计划来作战的东西，那么我就假设这条线是强的。昨天大家都看到了，我反复的让大家去做，反复强调大家去做这个大象鼻子。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想让大家亲身体会到空间在我们交易中的作用。那我把这个放大了。我们这里有三条线，先不管它的强和弱。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鼻子如果破上去的话，上面马上就点到一个位置了。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图，像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它要往上跳，马上就要到一个位置了。那么跳上去有多少成功率？除非可以把天花板撞破，它是会掉下来的，这就是结果。那么这幅 UJ 的图，这里这个大象鼻子的空间有多少？这个人可以跳多高？他跳不高。我直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他跳不高。为什么？我看到了上面有天花板。
那么大家要不要去做这个？结论是，你可以去做，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风险。为什么？它的空间不大。对我个人来说，这笔交易我是绝对不会碰它的，因为一眼看过去，在这个位置。就有天花板了，我不准备去跳，我怕撞到头。那么昨天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就仿佛跟大家说了，大家注意看这些价格在这些市场在中这价格在价格是在市场中在这些线附近的反应。是不是按照我们预期的在走？对，是的，它就在这些线附近徘徊。这根线可能大家都去做了，为什么不会轻易的被止损？大家再看粉红色的线，很多支点。那么这个东西好不好做？我觉得大家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了，很难很难。我们要在这线当中不断的徘徊，不断的计划，那就会形成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盯盘。为什么线太尖呢？碰到一条线，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决定，比如说碰到上面的线，我们要干什么？碰到下面的线，我们要做计划干什么？那么就很难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了。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图截成这个样子，大家一眼看过去，这是什么趋势？往上、往下，还是横着走？那么我们说了，简单的趋势判断方法就是，如果上升的话，那很明显的从屏幕的左下角到右上角；如果下降的话，很明显的是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横向的走法，这是一个没有趋势的一个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空间问题，这个空间太小，它是会反复的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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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形成一个横向市场横向运动的一个原因。用大家以前的说法就是盘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盘整的状态？因为它的空间不够。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的信号，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说了，我这里还有一个鼻子，这是打架的鼻子，我们不能去做，这是对的。那我们先忽略一下，先忽略左边这个。这个鼻子，我们假设它不是鼻子，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空间够不够？天花板在上面，我们如果破出进场的话，大概就是30点的，大概30点。35点的那个空间，我们的止损大概是60点的空间。那么市场一下子运动30点是很正常的。这样，我们如果到上面，我们如果去调整止损的话，那这笔交易我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因为很可能就被打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在
50% 回调建厂的话，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建厂的话，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空间。那么就是大概28点、30点左右的止损，那么大概有60点的空间。那么大家比较一下，这两个鼻子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区别不是在它的形态上面，而是在空间上面。我把空间画出来，这是这根鼻子的空间，这是这根鼻子的空间。好了，到这里大家都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那也不用我去多讲了。这就是有空间可图的。那么昨天还有朋友做了一，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一下昨天跟今天的信号的区别。那么昨天我反复的让大家去观察一个点，就是这个点。这个点是不是一个支撑阻力线？这个大家要在实战中不断的去锻炼学习。那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那么大家再拉回去看一下。大家注意这些位置，再看一下日图，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位置。那么根据我们的强弱判断来判断，这是一个弱的，这是一个弱的阻力位，那么我们需要去观察一个市场来确定。那么大家看看 EU 这两个信号的区别。很明显，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UJ 是一样的，上面空间的东西。那么这个大家在实战中再去多练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有个朋友做的一个 GCF，就是英镑对法郎的一笔交易。那么这位朋友的建仓点在哪里？在这里，在这个位置，他的建仓是破出，他的第一目标在这里，这个空间够不够？很勉强的1:1，就是大概就是90点的止损，80点的空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去判断？那么大家先思考一下。那么大家思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去处理？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很强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处理这笔交易？90点的止损，80点的空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大家的讲的话题。那么在这里，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支撑主力位的一个作用。那么昨天那位进场的朋友在这里出来了，赚了80点，完全关闭。那么我就问他下一个目标在哪里，那么这位朋友很简单明显的从日图上指出，在这个位置就是6170左右。那么我就在这个位置画了一条线，让他仔细去观察。那么这条线是昨天画的，我没有去动过。那么大家看一下市场现在是不是在这些位置上做出一个反应，下来再上去，那么现在在这里市场会有什么反应？很明显的，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或者最坏的打算，它是会到上面去。好了，大家根据我这幅图来想一下，如果是你进了这笔交易，你目前会做什么样一个判断？如果你进了场了，现在持仓，你的止损会在哪里？大家再看一下这幅图 ，buy sell， 现在已经是 buy 了，下面的可能性会在哪里？好了，大家就带这几个问题。简简单单的去思考一下，那么呢，晚上我们会对这笔交易进行详细的讲解。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 Robin， 我的 Skype ID 是Robin CYS， 就是 ROBINCYS，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我的 Skype， 我们每天不定时的进行免费的授课，唯一的要求就是大家坚持3个月的 demo 和4小时以上的周期图交易。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